谢谢大家，欢迎收看中国银行冠名播出的天下收藏。好了，我来介绍三位鉴赏家，他们分别是鉴赏家、资深的艺术品拍卖界的人士甘学军先生，鉴赏家艺术品经纪人郭仲华先生，鉴赏家汉仪堂主人严建武先生。接下来，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二位嘉宾和麻辣评审，有请。好，二位嘉宾分别是著名歌手林平、青年演员韩兆。你一看这韩兆的模样，你就想乐是吧？我长得比王刚老师稍微年轻一点，漂亮一点，谢谢大家。先找我哥这儿。说老实话，真的，我谦虚一点说，我年轻的时候比你俊多了。我个比您高多了。我现在是老了，他是越走啊，越什么的阅历，越走越有风度了。哎呦，还终于夸了。越老越有价值了，这是我们天下收藏的这个意义嘛。谢谢啊。这个要说到林平呢，我一直就是上次我就说过啊，我说这么多年了还这么年轻漂亮，其实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一种东西更是年轻日久。多大岁数了？得几亿年了，但是现在还是那般的漂亮啊，焕发着青春，人见人爱。什么东西呢？翡翠。最近市场上的的确确，尤其是新做的啊，就是新工，价值相当的高，而近几年飞涨，包括翡翠原石，大家都知道赌石就是外边斑斑驳驳的那么一块石头，一切开有可能就哎呀满绿呀、啊、有可能灰了吧唧，或者的绿啊就那么一条线啊，最后就亏大发了。今天我们都不讲这些，我们讲老翡翠艺术品，有年头的。这个年头不仅是它这个石头都是几亿年了，就指着他这个宫，起码得到清代或者以前啊。什么样呢？请看亮宝。双耳三足炉，它一定是应该有年份的，具体说是清中期翡翠雕饕餮纹兽耳，还衔活环三足炉。二位嘉宾到前面看看，他这倒是满绿哎，这水头差点。好了，这个请哪位鉴赏家给我们介绍一下的眼前这件重器。这件这个翡翠的香炉哈，这是一个典型的清中期的一个翡翠的。哎先生，二位请。谢谢，真是难得一见。刚才甘先生说的这点很重要，老话讲玉不琢不成器，在琢的过程当中这个东西才有了人文色彩，才有了我们人类的那种感情。收藏是收藏这个，而不是囤积进而居奇。所以通过这期节目呢，能够引起大家的注意最好。好了，再次谢谢甘先生。接下来呢，将有三个藏宝人带着他们藏品上来，各位呢都跟嘉宾跟麻辣评审一块儿看一看，哪件是真的，哪件是假的。当然对于翡翠而言，所谓真假重要的，它是翡翠吗？还是什么其他的
根本不值钱的东西，不入流的东西呢？啊，那么答对了，三分都答了对了，有奖，奖什么？啊，下边给您介绍。天下收藏规则如下：现场共设两位带队嘉宾及六位麻辣评审成员，每个人面前有一个灯箱，它既是表决器，又是计分器。大家用亮灯、灭灯的形式表达观点，每答对一轮则亮起一盏白灯。三次都猜对者获得由栏目组提供的音乐罐一个。嘉宾则获得由北京保利国际拍卖公司提供的成交价2亿9325万元的李可染先生的巨作《万山红遍》的复制品一幅。现在我们就热烈的掌声欢迎第一位藏宝人出场。爱动漫的北京妹子前来献宝，是一个爱音乐、爱动漫、热爱生活的纯的北京妹子。下回那个 cosplay 啊，你就穿一身古代的衣服，然后扎根簪子，摆羊雕件，羊雕件，对对对。看嘉宾评审如何辩论显神通。比照了一下我穿这件 T 恤啊，我觉得应该是翡翠，黄金有价亦无价嘛，哈、哦！先扇你一耳光，然后再给你颗糖吃。我们不要，我们自己去买。给我台湾买回来的，从咱们潘家园出去的。大家好，嘉宾和同学老师好，王刚老师好。你好，我叫李文，来自有着悠久历史的古都北京，是一个爱音乐、爱动漫、热爱生活的纯的北京妹子。我有很多爱好，其中有一项呢就是 cosplay， 因为它呢我接触到了我现在收集的东西，就是扇子。我家里呢有大大小小的扇子，这都是因为在 cosplay 过程中接触到不同的角色，让我认识到了很多不同国家的异域风情的扇子。当然了，扇子呢在收藏来说虽然条件，俗话说呢玉不琢不成器，翡翠呢当然也是一样，经过精心雕琢之后呢才能更显其珍贵的价值。羊的造型呢更有洋洋得意之意。我的自报价呢是10万元，请大家支持我，谢谢。好，谢谢。这个北京姑娘说话很快很利索，但是有时候也不太清楚啊。你看看我这翡翠羊雕件，什么翡翠羊雕件，翡翠羊雕件，羊雕件，这个是吧？啊，还有您刚才说您那喜欢的 cosplay 是吧？啊，对。把这个英文都说出北京味儿来，我这是喜欢 cosplay。北京人吗？对，北京人不能说把英文都说得跟北京话似的。地道。啊，好了，这是个玩笑话了。几位，近前看，看看他这翡翠羊雕件。电视邀请。怎么样了？看也看了，冒也冒了，一眼辨真假，五、四、三、二、一，请选择。亮着红灯就意味着赞成他，这个是一个清晚期的翡翠羊雕件。小韩，首先说我不太懂，这个确实是这方面对我来说是人生的一个欠缺，我是抱着学习的态度来的，但是呢，听说来了以后，如果猜对了以后还有奖，所以我还得抓紧学习一下，所以我琢磨半天学翡翠来不及了，我研究了一下玻璃，就是玻璃的特性是什么？我觉得它至少已经可以排除它不是玻璃了，它应该是玉的一种，至于它是不是翡翠呢？我呢不想过早下结论，因为，我研究过，这个翡翠啊，第一要看它的颜色，颜色绿不绿？首先说这个挺绿的，这全绿。对，从里到外全绿。对，我比照了一下，我穿这件 T 恤啊，我觉得应该是翡翠。它比您的绿。对，我觉得暂时我先认为它是吧，我一会儿想再了解深入一点。林平为什么认为不是？我也掂量了一下啊，如果说真是一块翡翠，从价值上来说，这么重的东西，像姑娘说的10万块钱，那就太小儿科了。
这是从它的价值来说。然后从材质上来说呢，我看的它不太像翡翠，我还动手抠了抠，我觉得材质比较疏松，颜色我觉得很死，因为翡翠的绿应该是很灵动有光泽，就让人很眼前一亮，但这个没有，我觉得就是一个合成的东西。这个翡翠啊，评判它是怎么评断呢？是用那个浓和然后阳还有那个正。其中这个浓呢，是说翡翠的绿，翡翠俩字呢，翡是偏红，翠呢是指绿。然后其中翡翠这个绿呢，是因为它其中含有铬元素，所以会偏深绿色。如果这个元素含的多呢，就是偏的非常深的绿色。然后翡翠最好的呢是70%-80%的绿，像我这种这么绿都90%多了呢，就是离那个最好的那种已经算不上，也就算个中级偏上一点点。您这个太绿了，都快上帝王绿了。嗯，我们先这个现在问题就卡到这儿了。现在我们先请教一下鉴赏家，那么我们一般鉴定翡翠，先从这个料来讲，我们从哪儿入手呢？简单的一点常识吧，我想，首先呢，我觉得上手的时候，比如说玉石的它的温度，比如说跟料器或者说跟合成器，它的温度是不一样的。玉石的温度偏凉，尤其是翠，对对对。对它，而且翠的硬度它非常坚硬。古代的时候呢，如果说是金子在这种粗糙的这种翠上，它是能磨成粉末的，就说明它的坚硬度是很硬的。那么还有重量，对，上手你一上手的时候，有的碎石磨的东西呢，它可能会偏轻或过于偏重。质地我觉得呢，就是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其实比如说商场啊，可能都浏览过这种翡翠的这种事件等等，其实它的质感的话呢是具有石子的这种纹理。工的话呢，我觉得鉴定这些东西的，比如说年代的话呢，我觉得翡翠的东西它进入清朝以后开始流行，尤其是到18世纪以后，宫廷也在做比如说扳指、菱管、佩剑啊，还有大的这种摆件。那么民间也是，比如说荷包坠、烟嘴儿等等这些东西。我觉得判断它的时代风格呢，可以借鉴同时期的玉器或者其他的雕件，它们都是一脉相通的，对，都是相同的横向。好了，谢谢谢谢谢谢。好，咱们二次探虚实，5、4、3、2、1，请选择。变化了。刚才六号阿荣一直在举手，你说，王老师啊，我坚持还是，因为东西不是翡翠的东西哈、第一个哈、我敢看到那个它的雕工啊，非常的粗糙。哦，我们讲的它都就洋雕件了、我看那个好像有点像那个犀牛。只不过你要这么看呢、还真是有点犀牛。我告诉你、你要是捂着这俩耳朵，这不是羊耳朵，这又像兔。是，所以它叫四不像，是不是？人也许雕的就是四不像。是啊，然后刚才我听那个严先生一讲啊，我就更确认他东西绝对是不对，不是翡翠哈、第一个哈、因为我刚才稍微拿一下哈、那个比重，甚至比玉的比重还要重，还要硬。所以我们拿起来会有点压手那种感觉啊。那我刚才看了一下哦，应该算是在我看的话，应该是属于那种合成的东西。我打断您一下，像古代，并像咱现在这样有这么精密的机器来雕，想雕什么样雕什么样，雕的那花儿啊都特别精细，一看就是太精致了吧，反而是就过于假。不是，像那个大哥，你这完全错误了哈。原来你看早期的，不管雕玉件啊，什么东西也没有什么现在的科技啊，什么机器去雕，它还是雕得非常的精致。哦，这个甚至机器都雕不来的东西啊，那种细腻度啊，尤其是宫廷啊，主要是写实的风格嘛，它就表现，因为羊呢属于那种，而且又是绵羊，属于那种农民啊耕作的时候是那样的写实一个状态，然后呢。绵羊它主要是反映绵羊啊，农民啊耕作的时候，对，羊能拉犁吗？是怎么的？羊怎么耕作呢？小姐，你自己自报是多少钱？牛啊，10万。10万，我认为就是说，当然这个东西啊，人家说黄金有价亦无价嘛，哈、当然这个东西啊，我认为是要是不是翡翠的话，我是认为一文不值。好、要是真翡翠的话，也许可能就不至10万。那么玉的东西啊，这个翡翠东西本身它就是。
因人而贵嘛。哦，这个东西也许可能在我阿荣就不贵，在黄老师就非常的贵。嗨，没有，嗨，我要是藏这么玩意儿，该多少钱还是多少钱，肯定。好，说，请，那个北京妹子，那个因为我是一个北京大妞，所以我挺你。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刚才掂了一下它的那个，就是那个程度，我觉得它还符合就是咱们那个翡翠的那个大概的一个就是那个重量。对，而且我觉得它的雕工什么的，我相信那个时候的雕工并不是像现在咱们机械时候这么完美，但是它的雕工你看还是其实挺可爱的，蛮符合它这个羊的一些特征的，而且包括它身上那个毛啊或者什么的还是比较丰满一些的，所以我觉得会看上去就是比较圆润一些，所以我觉得而且它那个头那边啊，它那个光泽度或者包括什么的还是比较不错的。虽然说这么好的绿吧我真没见过，但是呢，嗨，这个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我相信它应该是这么好的东西。这个东西如果是真的，今儿这事儿大了。二号，我首先那个，我看这个藏宝人啊，像是一个学生，而且我觉得他对这个翡翠呢，基本的知识还是了解一些的，但是呢，可能你因为年轻嘛，可能缺乏这种实战的东西，但是这种精神就是你现在年轻人能够喜欢中国的古代的文化和中国的这种瑰宝，我觉得还值得肯定的。但是具体到你一个东西题材确实也不错，但是你看他这个，如果天然的这个实质，它里面不可能这么纯净，就像王老师说，如果是真的话，这个东西那事儿就大了去了，而且它没有这个天然矿物质的这种自然的纹理，太不通透，有点污浊，而且那个刀痕，刚才这个他说，就是说清代确实不如现在的精细，因为现在呢用牙刻钻。电动工具一边喷着水一边去做，现在的工艺水平实际上我觉得超过了乾隆，但是它的意境达不到古代的那种意境，所以呢我觉得即使我认为你是假的，你也不用灰心丧气，只要你坚持下去，咱们在座的玩古董的人每个人都有打眼的经历，像阿荣开古董店也不能说完全的就没买过假东西，对吧？有，这是很正常的。我曾经，这点非常可爱。曾经我承认啊，我曾经去过台湾，买过一件很大的一个观音，一个木雕，非常大。哎呀，他跟我讲说这个是明代的东西，那我就搬回来说摆在店里啊。很多专家一看说，阿荣啊，你那个潘家很多的是啊。我说啊，我买它看到就开心呐、啊，然后啊那个我就一直笑。然后我又经不起他们笑，我就把它搬回家了。结果搬到楼梯口以后，我发现了，我那个佛像啊，他天天笑，他笑我，哎，阿荣你真傻，你怎么从台湾把我给搬回来？你是傻子。所以这打眼啊，就经常的事情啊。听明白了吗？啊，因为我在台湾买回来的，从咱们潘家园出去的，是回头一看潘家园还有呢，啊、嗯。经常有这种所谓出口又转内销的，千万警惕。好了，我们先请出鉴赏家的意见，然后再给大家一次判断真假的机会，请。一耳光，然后再给你一颗糖吃。我们不要，我们自己去买。我们没有拿这个年龄来压你。对啊，我们虽然岁数大点、啊、但是我们跟小姑娘说的是，掌握一种方法，能够知道真与假。你这属于较劲。不是，我觉得你这种想法不对。大人老喜欢教我们年轻人说，你们应该懂得怎样，你们应该懂得怎样。其实生活已经在教我们了，你们的经验是你们的人生，我们的人生需要我们自己的经验。所以我觉得，即便他吃亏也好，既然你都说了吃亏没事，那就让他吃亏啊，他吃亏了自然就会有经验呢、啊，还要你教吗？我们只说鉴定古董，不代表别的。哎，这个地点我让着点啊，因为你年轻人、啊。问一下那个妹子。那个想问一下，就是你这不是特别喜欢 cosplay 吗？就是那个你们那个 cosplay 啊，就是那个上学的时候允许你们吗？就是没人穿个 cosplay 的衣服呀、啊、什么的。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自发性，因为很热爱这个东西，然后就才去做的。这上学嘛，当然也是穿校服，但是大学呢，也不可能是穿那么，就是让别人觉得，哎，你这有点太二次元的衣服出现在街面上。
我觉得呀，你那个下回那个 cosplay 啊，你就穿一身古代的衣服，然后扎根簪子，然后手里托着这羊，我觉得有点古代的。感觉跑题了，王刚老师。没事，我这经常跑题儿。关键是我觉得重点是他们根本就不懂，对，就穿越嘛，就是古代嘛，其实不是。古代的衣服。咱也把正事办了。不是，这挺有意思，他居然把这个联想到穿越，联想到 cosplay。宝贝儿，你也是玩 cosplay 的吗？好了，不管怎么说啊，来，韩照，我认为我赢定了啊、哦！真的？为什么？第一，刚才您提示我了啊、嗯，您说这事儿大了，是啊。还一个，这几位老兄，我们私下聊两句，他们确实挺懂行的，经常也买一些这些玉器啊，干什么？我觉得他们的意见太贵了，很重要。嗯，不是那个。最关键的是，专家在写字的时候，我看了看他的手型。哎呀，写的好像是假字儿，一会儿我们可以鉴定一下。这个我告诉你，我们从来没有用这个假字儿，没有。那我看着一般是用仿。啊，那有可能仿。现代仿品。啊，对，反正有个字儿，我看写的像假字。我一定，咱们三番都完了吧？完了，所以我一定完了。好了，我们请出护宝锤。抓紧时间问一句，生死文书签过了？签了。现在大事不好，只有两个人支持你，两人支持你呢，还不是说冲这东西，是冲你这人，是不是？是啊，从这他们都是一代人。我们这位呢，对北京人的北京大妞要支持这北京小妹，是这意思吧？哎，都带着感情了，嗯，这也可以理解啊。但是最后呢，我们判断的还是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翡翠，是吧？哎，都判断完了，现在退出还来得及，那你就不用这拿走算了，回去摆着摆着，是不是？啊，退不退？不退。大家说退不退？不退，砸不了。不退，不退。这要是假的，我都替您砸。绝对不退不了。别，不是退了吧？如果这个东西是真的，甭说你这个什么清代的。你就是昨儿雕的，只要是翡翠，咱们奖给你北京萤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啊提供的金牌一枚，但是根本不是翡翠，也不是那个其他的硬玉软玉，就是一般的一合成的东西，甚至有可能过去叫琉璃，现在叫玻璃，就那玩意儿料器啊。而且说老实话，如果它不是翡翠，就是什么玻璃的了、合成的了，从雕工来讲，我实在是不敢恭维。哎，如果说它是翡翠，你可以用它的硬度高啊，啊，当年这个工艺水平低啊，可以解释。但如果它不是翡翠，那硬度就不高，然后还雕成这德行，这就必须得砸了它。我最后让你自己决定一下，你大点声，很肯定的。用标准的普通话告诉我退还是不退？不退。哎，好，啊，对对对，好。打开，退和不退都晚了，知道吗？结论在这儿。嗯，我后悔了，砸都砸不碎。啊？砸不碎啊！别绷着你们啊！打耳朵，真的捂着点脸啊，捂上脸，捂上脸的啊啊、哎呀！行了，他这玩意儿太硬了，对，下去一块。好了，翡翠雕羊形摆件，成色为满绿，但刻工呆板生硬，经鉴定为现代玻璃制品。这件所谓的这个。翡翠羊雕件，用行话来讲就是一眼假的东西，天然的石头嘛，所以它一定有纹理的反应，但是这件东西拿上手是没有任何的纹理的。然后颜色呢，虽然是满绿，但是呢是乌土的，毫无通透之感。说到工艺，那就更是一无是处了，所以这个东西太拙劣的假。好了，好了，恭喜刚才答对的嘉宾和麻辣评审。
同时掌声欢迎第二位藏宝人，有请。独特淘宝经历引发现场质疑，凌晨两点天都是黑的，而且那个市场里没有灯，就你当时有没有被围过呢？啊，非常痛苦。专家讲述翡翠造假方法，因为他们用药水泡，造成那个鼻货出现。至于吸货嘞，可能比鼻货还糟糕吧。大家好，各位老师、各位嘉宾、各位观众，王刚老师，大家好。你好，我是王彪。我的藏品呢是一件清中期的小的鼻烟壶，我的自报价是80000元，希望大家支持我。几位请上演。这样，请。这是一个翡翠的啊，姑且说它是翡翠的鼻烟壶，烟壶啊，鼻烟壶也是收藏的相对不大不小的一个门类。关于这个鼻烟壶，哪位给我们介绍一下子，或者是翡翠的鼻烟壶？哎，郭先生，请。在鉴定翡翠不该忽悠，检查对它的种、水、色这三种比较在乎的。翡翠的时间呢，要到乾隆以上呢比较少一点，都在乾隆以后、中期以后占了大部分一点。所以在鉴定这种翡翠，尤其这种鼻烟壶，它的成色、它的透色，甚至它的颜色，都蛮重要。对翡翠来讲，它的种比较讲究一点。嗯，种、水是吧？还有色，色，哎，大家记住种啊，有什么冰种啊，啊是吧？什么玻璃种啊，什么什么是一大堆啊。然后水头怎么样？是不是？啊，是不是什么灵动啊？啊，对，颜色当然是以阳绿为最好，是这样吧？嗯，好，谢谢，谢谢郭先生。另外，请记住刚才郭先生讲的一点很重要，就是比如说好的翡翠啊，一般都是乾隆甚至乾隆中期或者清中期以后为多。为什么这样呢？啊，一个是这是一个事实，另外呢，就是我那个我特烦的一个人，我的死对头，他曾经写过一本书叫《阅微草堂笔记》，他曾经说过，在他小时候，那时候就乾隆的早期，雍正晚期，没人认这东西，就是这种缅甸玉，就翡翠，啊，把它跟呢，当时河南呢，还有一些地方玉种呢，等同为所谓的玉，啊，根本上不了台面，比和田玉差远了。纪晓岚他这么说的，啊，他后来我记得有那么一句话，就说他当时他小时候。强名以誉耳，就是勉勉强强这种翡翠，哎，就把它叫玉吧。但是到了乾隆晚期开始，慢慢的这个翡翠厉害了，尤其皇宫贵族越来越喜欢，到高峰是慈禧当政的时候。好了，那么关于这件到底怎么样呢？我们一眼辨真假，五四三二一，请选择。好好看看你们的台啊，是表达你们的意见吗？好，三号先举手，你说为什么你赞成？是这样，因为我自己个人就比较喜欢鼻烟壶，所以呢，我先支持他一下。但是我有一个小小的疑问，我想问你一下啊。现在刚才专家也说，就是说鼻烟壶这个小的东西呢，是在乾隆的时候比较兴盛。然后呢，但是我见很多，比如除了翡翠的，它有比如珊瑚的、各种质地的、玛瑙的呀，或者白玉的，但是它们都是带雕工的。你这个呢是素身的，没有。其实对于、我回答您的问题，对于翡翠来说，它的素就说明它的完美，它的雕工就说明它需要有瑕疵，去把那些瑕疵给它去掉，所以它是雕。一个姑娘也是啊，她敢素面朝天，她一定对自己非常自信的，是不是？二号，因为真正好的翡翠呢，是不加雕工的，比如一个蛋面。真正一很大一块翡翠能出来一个纯绿的，色种水非常好的，是非常难得的，正体现出它材质的美。但是你这个烟壶呢，我看从盖儿和这个瓶身，
掏糖还是不错，但是那个盖儿呢和那个好像是后配的，我觉得它从包浆上色泽上还是有一定的区别。而且刚才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呢，跟专家也问，过去这个翡翠鼻烟壶多用这个珊瑚啊还有其他材质金属的啊去做这个盖儿，它可能能够更体现一些变化，这种美。但是这个东西我认为还是材质年份还是不错的。我个人的理解是这块儿，哎，等会儿先跟丹先生说。鼻烟壶的盖后配是常有的事情，因为鼻烟壶后来到流转的过程当中，盖和鼻壶分离是经常的事情，所以后来我们在整理鼻烟壶的时候，经常会配一些盖，有的是本来就是翡翠的，也有珊瑚的，还有其他的还有这个料器的等等这些，所以我们不要太纠结于盖和瓶的这个它的是否配套。只要是搭配的大致合适就是可以了，这不是最重要的一点。最重要的我们要主体瓶身是什么样的，鼻烟壶的它的壶身它的造型它的工是如何，它的质地如何，我们在这方面多着眼就可以了。谢谢。盖是假的不一定，不是真的是吧？盖壶是假的，没准盖可能是后期配的，就不是同一块石头，或者是不是同一个年份啊，就这个意思。这个我可以断言，它要假全假，要真全真。我们现在不是老说这个穿越时空嘛？啊，这个真的有这种感觉。起码青春期以后，咱们见着了，就是互相这样啊。我还是想了解一下，得着啊，趴得着，然后这个东西往鼻子这儿一放，哈气，非常痛快。因为我是开珠宝店的嘛，四会的鬼市，俗称鬼市嘛，它是在凌晨两点开市。凌晨两点天都是黑的，而且那个市场里没有灯，你必须自己拿灯全凭眼睛去看。而且在这个市场里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你不能去出价，你要出价就你必须要买。而且在这个市场你很练眼睛嘛，而且在如果在这个市场里你买假的话，你会哗啦一片人都会围着你，就说明你眼睛不合格，挺有挑战性的。不是，关键是这个跟您是不是真的有什么特别的吗？就你当时有没有被围过呢？因为我相信我自己的眼睛嘛。哦，就你只是相信你自己而已。那我不相信你。好了，二次探虚实，五、四、三、二、一，请选择。云婷为什么没灯？其实我很纠结的，我走近手看的时候，我觉得材质上是很好的一个东西，很近，就好的有点我不敢相信，很云材质，但是我又感觉疑问在哪儿呢？我觉得太好了，比这个图片拍的要好看多了。就是材质包括颜色啊，淡淡的丝绿，但我又怕它是注色的，因为现在注色的东西也是比真的还好看。对，有这种说法 A 或 B 或 C 加 C， 对对不对？所以的我就很纠结的。对，我也见过 B 货，有的 B 货真的做得非常非常的漂亮，这东西一般人真的是很难看出来。对，但这件货肯定是 A 货。王刚老师，我想问一下藏宝人，他是学什么专业的？你学什么专业的？我学珠宝鉴定，我有珠宝鉴定师从业。他本身就学珠宝鉴定的，所以这东西肯定没问题。我比较疑问，因为您是开珠宝店的，我觉得如果您都没有这个本事的话，怎么去选来好东西，然后再推销给顾客呢？所以说嘛，我肯定相信我自己能力。那你这什么逻辑呢？如果你赞成他这个，人家是珠宝店的，对不对？所以眼光一定好，所以这个东西是真的。现在呢，你认为他这东西不对，你灭灯了，然后你又是开牌灯的店的，你眼力应该好。对，他有一个重点，显然是他怀疑他的眼光，是因为他觉得他不像做珠宝生意的。哦，如果他觉得他像做珠宝生意的，他早亮灯呢。我又挑事儿，这样子。重点就是好了。有人工的。王刚老师，我想提醒一下这位兄弟，你是做这个珠宝鉴定工作的，如果真的查出是假的，砸的不光是这个鼻烟壶，有可能把你饭碗砸了。没错，所以我建议你赶紧退出吧。这事儿大了。好了，我们先请出鉴赏家的意见，你们再好好想一想，还有一次判断的机会，请。
跟那件一样，同样非常开门。三番定乾坤，五四三二一，请选择。这个齐刷刷的都是亮了灯了，嗯。我们非常坚定。林婷，你是不是受四号的影响啊？没有没有没有啊！我怎么说呢？我感觉它像避火。哦，仿的不错的避火。嗯，六号，哎，王老师啊，我当然我问真真假不是以他的行业去断定，还是凭我自己的眼力了哈。嗯，当然。因为现在就是说翡翠啊，动不动非常的贵，所以怎么样这是辨真假哈？我要请教这个。郭老师哈，什么 A 货啊 B 货啊，到底是怎么去辨认？说的说 A、B、C。对，王老师，我还想问一下，大概给我们讲解一下 B 货和 C 货算不算？因为现在先听完了再说。哦，嗯，不能讲 B 货、C 货不是翡翠，哎，他们也是一种翡翠，可是嘞，他们是用经过化学的药物去注射，所以产生的它的颜色。说到 B 货啊，这是一个。大概在二三十年前的一个故事，这是香港人发明的，在一个很偶然的情况下所发现，因为他们用药水泡到后来忘记了，把这个石头忘记拿出来，后来造成了有逼货出现，所以逼货嘞，到了后来就被不法商人呢做了很多。完了，我是坚定他是个假的，因为六号嘛，自己做珠宝的都能买潘占元的东西，所以他看好的东西，我觉得是假的。然后鉴于我一个人不是专家，然后那边那么多冒充专家的专家都说他是真的，如果待会是假，我们都待会是假的，让我来砸。不是，还有一个问题，要是真的，要是对的话，我们六个人砸你。没你看，他连算数都算不好，明明是7-1，他就6，你看明显就是买拍卖。旁边还有一裁判呢，就他穿的像翡翠，啊，就他是假的。这里边真正懂的就我们几个。好了，我们请出护宝锤。收拾好了，现在退出还来得及。对自己，小伙子，相信你自个儿的眼光啊！对，我对自己很有信心。对，不是这个，即便就是避过也挺可惜的。我们还是这个吧。反正刚才甘先生说了，这盖儿呢，反正是经常要换的，是不是啊？你今儿就拿去换一下。哎呀呵，这不让你砸，小宝贝儿，我还弄不动你了呢。好了。就他了啊，我是够留情面的了，对不对？不退，不退，不戴眼镜的注意啊，别绷着眼睛。专家鉴定意见：翡翠鼻烟壶，翠料品质上乘，造型简洁匀称，包浆自然，经鉴定为清中期翡翠鼻烟壶，市场估价约。50万元，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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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请郭先生给你颁发金牌。哎，你可以走了，金牌都到手了。归了包醉啊！你别看人家开价，也别看人家这个故事啊，就是看东西，对，就是看东西啊。走吧走吧。哎，既然是鼻烟壶，我们就想起了吸烟。啊，这个在这里今天来的很多年轻的朋友啊，非常好，啊，借这机会说一声，千万不要染上吸烟这毛病，一旦染上这个很难戒，特别不好啊，千千万万，啊，咱们中国历史上也曾经有过烟草泛滥的时候，比如说明代末年崇祯年间，据史书记载，3尺之童无不吸烟。3尺之童，1米左右的那小孩儿，都不是纸烟呢，反正就是吕宋烟，千万不要这样，啊！好了，就是随便说一句话，
咱们请出第三位藏宝人出场。藏友分享特殊人生经历，看了自己小孩才到了这个世界上，那么对他的那种慈祥那种感情。主持人深有体会，讲感悟。人生其实最根本的一个情感，情感是最重要的，是亲情，这才回家。妈啊，永远张开双手欢迎你回来。大家好，嘉宾朋友们好，大家好，我是从那个重庆来的，是在重庆生活了好几十年。我今天来是想把我对这个人生的这个感悟，把这些宝贝献给大家，是想大家能够跟我一起，不仅分享这个我们国家的那个工艺雕塑的美丽，这个精致，而且还是希望是心能够分享我这带来的这种感，这个人间的这种情谊，这种和谐，这种美丽，希望跟大家一起分享。谢谢。好了，几位进前看，见识家请。报价还没说，我报价是我经过一番考虑以后，我报价16万。谢谢大家。随行的一个小笔作，好，想好了吗？一眼辨真假，5、4、3、2、1，请选择。二号，就你一个人认为不对，讲了这么一个令人感动的故事，居然还认为这件东西不对。首先，我佩服你的勇气，因为在这个行里头，在这个领域里鉴定，真假断代，就是看东西，就无论不听故事。你说，因为这个东西我看啊，它这个要是说从种上来看，应该是玻璃种，而且色呢也非常的匀，在尾巴那儿有点那个什么。但是呢，现在就是在翡翠市场上，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在赌石，去年在电视里看，这是一个真实的事情。有一个人呢，在赌石的过程中，跟那个老板讨价还价，老板呢要500块钱，他嫌贵，后来那个老板死活就不降价。这人呢，趁那老板不注意就把这东西拿走了，就是一个石头嘛，一个原石。回家以后呢，他给抛开了以后，一打开一加工，哎，赌对了。过了1年半到2年，他也觉得没事儿，他又去那个市场去了。去市场以后呢，那老板一看说这又来了，通过监控录像就报了警了。警察抓完了以后，把这个石头起货了，一鉴定，值2万到10万块钱，这东西涨价了。咱们国家的法律就是按它实际价值去量刑，所以呢，他的律师就说我当时就是我要给他300块钱，可能500块钱我给他了，我500块钱呢是属于治安管理处罚，超过1000块钱就是刑事犯罪。所以就我想到一个问题，现在咱们国家这种翡翠还有这个玉石，它不像黄金，包括这个珊瑚，还有这个蓝宝石，国际上每天都有一个标准的价格，在典当上啊，在量刑上，在各方面的经济纠纷上，它是一个标准。但是咱们国家确实在翡翠和这个玉石上，比如说今天多少钱，明天多少钱，全是民间，没有一个行业的标准化。这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但这件东西，我看它这个雕工非常的细，我所觉得假，可能我觉得不太敢相信它这么质地。我表示怀疑，但是我在进一步的通过跟藏宝人在交流，可能我还会有重新的判断。好。我觉得我一定要说一下，是因为我跟他们所有人的就是支持你的原因都不一样。我觉得你走出来的时候，我以为是你小姐穿错衣服了，真的。我觉得很难相信姐姐可以把身材保持得这么好，这么完美。就冲着你对生活的这份。就是你对生活的这种感受，我觉得你用的东西都一定会是好的。
真的，谢谢谢谢。对对对对。哎，你这个结论，那个我不敢说，但是你看东西这个方式啊，这个值得商榷，是不是啊？就是当您看到姐姐这样的年纪能够有这样的身材的时候，我觉得没有人不会由衷的去发出一种赞叹吧。嗯，我觉得保持自己的形体，或者说这种也是一种好的生活方式。哎，好的，好，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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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谢谢，谢谢这位朋友，谢谢这位。好了啊。怎么样，再给大家一次机会，二次探虚实，五四三二一，请选择。有三个灭灯的了，林平也把灯灭了，说说你灭灯的理由。我刚第一次啊，我其实是忘了按灯，嗯，因为我也是怀疑它好的太好了，嗯，就无论是带色的和不带色的，嗯，材质都那么的均匀，那真是上乘的东西。反正我觉得，如果是真的，那就太让我开眼了。就是好的，简直不敢相信啊！真的。是这样，就一点杂质都没有。嗯，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杂质，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啊，还是有一些瑕疵。对对对，还是有一些瑕疵，有瑕疵的。但整个这太云了，一个雕工也不好。它是因为这个工很细，啊，这恰恰是，清晚期啊，民国初年的时候，啊，由于这个雕的很细呢，就不像那个鼻烟壶啊，造成那个包浆啊，很圆润呐，啊。嗯，它这看着似乎是不够润，但是很透，啊，很透的，对对对，对，对，晶莹剔透，真是，对对 对， 对，啊，大姐，您说那瑕疵是什么瑕疵？你给提示一下。就是那个翡翠，所以应有的那个色彩，石头的，它是翠绿以外，它还有一种对浅黄色和还有和褐黄色的一个那个，啊，这个都是翡翠应具有的色彩。对，哦，您是做什么工作的？我工作做的很多，你看我们那个年代走过来的，我首先是教了，当过教师，嗯，又到医院学了西药。您在珠宝店工作过吗？没有，实际上我喜爱的并不是这些珠宝，我如果说喜爱，大家都会惊奇。我现在也觉得不理解，我当时最喜爱收藏的是小手绢。一种那个小手绢，小手绢上面的图案，我选择的图案都是我喜欢的，比如说大海啊、椰林啊，还有就是因为我在重庆生长嘛，在海边的见得很少，反正是我就喜欢，收集了好多好多这些小手绢。在我有空的时候，我并没有把这些拿出来当那个，但是我就把小手绢一个一个的铺上，联想很多东西。嗯，这就是收藏的一个意义。哎，小手绢很便宜的，嗯，那个手绢。到现在可能也不值什么钱，到最后被那个它是棉制品都腐烂了都不值什么钱，但是我就喜欢那个手绢，因为它代表了那个时代，那个时代的，哎，现在都不用手小手绢了，用有时候可以自代替了，而私人，嗯，是吧？嗯，好了，哎，王老师啊，我为什么本来猜对又把它猜改错了？啊，嗯，最主要是说，往往啊，越会说故事的东西是也不是，什么都不是，啊，还有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四号啊，因为我跟他同台好多次啊，几乎他猜对的就是错，他错的就是对。哦，啊，还有一个啊，还有一个大姐，你不要高兴啊，因为他啊夸你啊，因为他眼睛啊眼力非常的差，所以他夸你啊，你不一定要高兴，他经常有时候看说，哎呀那个看一个东西啊。眼看呢，啊，像一朵花，近看是满脸花。哎，我觉得他还有这个话略有失礼。我觉得你真的特别过分。就是说这样，你们俩就不要再说了。我们请出鉴赏家的意见，啊，然后再给你们一次机会做选择。我可以再说一点吧。啊，好。我从来没想过要问这个值多少钱，我感觉到这个在我心中的位置值千金。这个配件它刻画了有人性化的一些东西，你看这样一个狮子是很凶残的东西，但是啊，它刻它的时候就会两个双目都瞪着很圆的，但是它的嘴唇微微张开，没有露出那个凶残的牙齿，然后它的那个线条很柔顺。我想为什么呀？没有那个这样，我就看到它身边有一个小狮子，狮子那个形状非常可爱，头在东左右顾盼。现在我也为人母了，我能够理解到，看到自己小孩
才到了这个世界上，那么对他的那种慈祥那种感情，看到他我就想起了我的母亲。讲得好，谢谢谢谢。真的，谢谢。他对这件东西充满了自己独有的一份情感。哎，所以说我表他16万，我心里想的是一就是一定的意思，六就是顺的意思。那么就说，不但是我们的我所经历的事情，希望它顺，还希望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一定顺利走下去。好，好，我们请出现场嘉宾一点。请听专家过，因为我也不知道它的价钱，也不知道它的真伪，只是一种喜欢这一件事。你像刚才您说到您这件东西，形容这大狮子跟小狮子，充满着人文情感，啊，其实呢，这也带有时代特征，啊，如果它是真的话，或者照着真的仿的话，晚清的狮子就是这样，晚清的狮子最后近乎哈不狗了，哎，你再往前倒，你到元代的狮子，再往前唐代的狮子，那就凶凶暴的，不光是凶，它是带一种气魄，雄壮。啊，对，很阳刚那种感觉，啊，再加上他这个狮子，第一可能是晚清，第二呢，他是属于太师少师这个题材的，太师少师是，这个很明清的时候都有这种题材，包括瓷器上，都是一个大狮子，一个小狮子，还有一公狮、一母狮这一个小狮。还有一种人性化的一些东西，对，好了，大家怎么样？最后拿定一个主意，三番定乾坤，5、4、3、2、1，请选择。好，咱们抓紧时间，立马辨真伪，请出护宝锤。照例得问您一句，生死文书签过了，就是那个合同，生死文书签过了，签过。我还说一句啊，但是我今天带上来就是说，比如说大家都说这个砸了一文不值，但是它永远在我心中是最重要的位置。那不要紧，那如果那样的话，您现在可以退出去。我不退。啊，不对，不对，砸或不砸，对我来说不关重要。我最重要的是，我今天能够把我这份感受、这份心情带给大家一起分享。好，谢谢。是我是最高兴的事儿。也就是，那如果真的像您说的这个是假的，这儿呢是真的翡翠，奖给你由北京盈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提供的金牌一枚。如果不是，就像刚才我们看的那一件，是玻璃的。或者是什么玉石粉呢、磨碎了都合成的啊，当场击碎。那没关系的，能够。我今天为什么来参加那个天下收藏，就是你主持节目，我很感兴趣。我觉得今天应该把我的心情也让大家分享。我今天带来了一个，就是我母亲留下来的，指定我佩戴的这个胸章，也是翡翠胸章，工艺也很，这个可能比这个还要早期。还有一个就是我女儿给我买的这个珍珠项链，我觉得这就是我最珍惜的财富，不是东西，而是他们跟我的这份情谊，这三代人。对对对，我非常感动。我觉得人生其实最根本的一个情感，情感是最重要的，是亲情。亲情感，真的，我们有多少年轻人，有可能在自己生活的道路上，或者是在自己与你的配偶产生矛盾的时候，甚至分崩离析的时候，这才回家，妈，啊，就在这个时候，爸爸妈妈，你的亲爹亲妈永远张开双手，欢迎你回来。我是过来人，我有我的长辈，我有我的孩子，我在这方面体会非常的深，所以别的都可能产生这个矛盾、那个矛盾、怨恨，但是对自己的孩子，对自己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这个直系的这样的亲属，不该有，绝对不该有。孩子们记住，这世界上最爱你们的，是你们的爸爸、
妈妈，直到永远。好了，咱们什么都不要说了，我们马上就开始啊，读一下子鉴赏家的意见。专家鉴定意见：翡翠雕狮子细球摆件，翠料上乘，绿色透亮莹润，雕工生动细致，经鉴定为清代翡翠制品，市场估价约40万元。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好，恭喜恭喜大家，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我们请严建武先生为你颁发金牌，有请。我们现场这一段呢，算告一段落了。我们今天说的是翡翠，尤其是古代的翡翠，但是我想，不管是新的、老的，只要是翡翠，就是好东西。如果雕工更好，有艺术价值，更值得我们珍藏。好了，现场我们告一段落。接下来呢，请各位随着我们的摄像机镜头，来一起看看我们的外场拍摄，看那里发生了哪些有趣的事情。大家好，我是刘静。现在呢，我就是在新保利大厦为您带来我们天下收藏节目的辨真假寻重器民间藏品征集暨免费鉴定活动的现场报道。那自从我们节目的消息啊在电视上一经播出，反响特别的热烈，有很多的持宝人都打电话到我们的节目组进行咨询。那不知道今天到底会有多少藏友带着他们的宝物前来，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去看看吧。说我这是民国的，是真的，不是假的，是一个真的银勺，民国的银勺。我也挺高兴的，我老看你们这个节目，我挺支持你们的，我还愿意给你们当观众。众多的藏友将等候区的两个大房间塞得满满当当，他们带着自己的珍藏，希望得到专家的肯定。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在我们的藏友等候区里已经坐满了人，而门口呢也络绎不绝的有人不断的在进来。我们随机的采访其中的几位，看看他们带来什么样的宝贝。雕胎殿皇帝宝典，这是一什么东西啊？它是清代皇帝的25枚印在纸上的，叫宝谱。今天有信心吗？有文物。你只看这个装点，所以就是自己个人爱好，自己个人爱好可以，对对。但是这样的东西尽量还是别，以后别再收藏了。皇帝的原印的印上的，它不是照的，也不是拍的。这个印呢，都是印上去的，不是盖上去的。是盖上去的。以后这样，您要这么说，我就没办法。这个是您自己收藏的？这是我父亲。父亲收藏，父亲也都喜欢收藏书画，对对对，是吧？对对对。那个家里面还有其他的，都是以书画为主吗？主要是书画为主，有笔。看看这个扇面，这是4个扇面。这是您父亲收藏的？对，看您哪的。这几个还行。劝业场，天津有个劝业场啊。那牌匾他写的。劝，画魁最写劝业场嘛。这个是对的。但是东西挺多的。市场上你看对联也就卖个20000多块钱。您好，大哥您好，怎么称呼您？我姓朱。朱，姓朱德的朱。啊，朱啊，朱大哥您好，您给我们展示。我带了这一件，带了两件东西，就是说家传的，就是说康熙五彩，这个就是五彩，它这条带黄龙的不是一般人可以用的，我觉得它是官窑的，而且就不单单是官窑的，而且它是应该是皇上用的。自信满满的朱大哥来到了我们的鉴定区，他的藏品能得到专家的肯定吗？原本可能稍微差一点，就是还是现代仿，现代仿，对，还是仿的比较粗糙的，它还是不符合那会儿东西的，不是一比一仿的。刚才这个茶叶罐呢，就是初步经这个他们这个专家初步看了一下，认为不到代，但我觉得就是说，这让这个咱天下收藏节目几个老师，我想就是说，希望能通过他们再看一眼，因为啥？这个罐子呢，就是说，它肯定不是新仿的，因为这些东西都是家传，是吧？如果就是说真的是新的，我也愿意把它砸碎。一时难以接受专家对自己藏品的质疑，这种心态在广大藏友中普遍存在。您看，接下来这位就是藏友中毋庸置疑派的典型代表。今天到这儿来，我非常非常的不高兴。我可以给你，你说多少钱，我给你多少钱。
如果要是真的，你就跟我说一个对不起就行。这我要看成家道。这是雍正时候的，这是什么东西？这个一般来说都是洋水煎。不是，这是什么时候的？这乾隆。不对，这是夹道时候的东西。哎，乾隆。不是夹道。乾隆。夹道。乾隆还活着，夹道。夹道的时候。夹道时候，那乾隆也活着呢。咱们作为专家，咱们就得确切的说，这个东西是什么时候的？它就是什么时候的？这是乾隆晚期啊。这是夹道时候的统称，因为它没有字儿。当然，藏友的眼力和心态各不相同，这边有毋庸置疑的，那边也有心态平和、随遇而安的。首先是这两件吧，这两件实际上是在英国拍卖拍回来的，但是我不确定是什么东西，所以我希望能够让专家来帮我看一下。他带来一套编钟，然后我只拿了一个，这编钟是七个。最大的应该是非常非常大的，我今天带了一个小的。这个东西啊，不是当不是那会儿的公墓，不是战国春秋那会儿的公墓，感觉是后来仿的，是不是？对对对，你看这些坟墓，这些有纹饰的，它都是重量很不大，这类似的东西也不要买。这两个是后来仿的。这两个也是后来仿的。看来东西都不对。没关系，我觉得这个节目嘛，就是去伪存真，是吧？因为放在家里边占地方，那这样的话就，就是知道了不好。谢谢，心态很好，心态很好。那个90年代的时候，别人欠我父亲点钱，然后那个哪里顶了，一直跟家待着。当时跟您说啊，就是但是价值不高，可能现在就是说正常市场价，就3-5千人民币。3-5千而已，对，3-5千，因为你这样可修了嘛。这是万历的，对对，东西没问题，老的。因为瓷器还是讲要求这个品相比较高。这也是您以前干什么用的？这个还真是，可能还是装饰为多。装饰为多。对，你要是具体干什么的，可能清代什么的也搁点什么东西，也有这种情况。存世比较多。对对对对，谢谢您。您就是民窑东西。放放吧，因为确实价值也不高，可能这个以后也会慢慢也越来越少，可能还逐渐在涨吧。90年代的时候，那个别人欠我父亲点钱之后抵给我父亲的，那个年代工资好像在100左右吧，那个时候欠了我父亲几千块钱，然后那个一直就跟家里搁着，一搁了十几年，之后有这节目之后拿过来那个到专家鉴定一下，他一直留着呗。毕竟是个老物件，明万历年间到现在多少年了，是不是？活动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对藏品信心十足的也大有人在，其中我们就发现了这一位，这是小关工人，嗯，退休了，没事瞎玩。咱介绍介绍，这是唐代耀州窑的流行罐。你多少钱收来的？800块钱，不是真的，拿家给孩子玩来吧，这有什么，这一玩意儿。听这话，老爷子对收藏这事儿心态很平和，可事实果真如此吗？但是那个造型什么觉得还是可能比较怪。这是唐代耀州窑的，这都对过了。是，但可能觉得还是我们觉得可能还有疑问的。疑问上哪儿？是在想找谁说的？可能东西我们觉得不好吧，就说白了，可能是。对，您觉得不是？对，我觉得。对，什么时候呢？觉得可能还是进仿的吧。不服气的老爷子又将藏品拿给了另外一位专家。挺好玩的，是吧？挺好玩的，自己留一留吧。啊。这个不是，这个能看什么时候的？没有多少时候。收藏本是怡情养性的一种爱好，但是往往有些藏友会过分执着，深陷其中不能自拔。我叫姚福祥，今年82了，我带了一汽车。一汽车？书画带了28件，带瓷器呢，因为东西拿不了太多，我3间屋子我收满了，我7厨房卖2厨房，收了100多万呢。3个队友都是大名的。大明三年是真东西，这不行。真东西。好嘞，您收了吧。元青花、油里红啊。哎，晃一对儿。哎，行行行，又是火是红，又是水釉，知道吧？收了吧。哎，我说真正好，全世界就我这一对儿，没有了。元青花、大洋
民国至正八年的，底下上都有款儿，火石红甩釉沙底，经过几次专家都看过。哎，谢谢谢谢，老人死去了就好，大家都看看。哎，大明栓德年制，400多年历史，二龙戏珠，这都专家都看过了。以后这种东西啊，不要再买了。是是，少买少花钱来看，您就多看看，走走市场。是，像类似东西还是比较保存不替。面对如此执着的老人家，专家们唯有婉言相劝，但是不服气的老人又来到了书画鉴定区。在这里，他的藏品会得到专家的肯定吗？我收了一套乾隆的，乾隆到溥仪的八个皇帝的像，这些东西啊，有的让我可以不用打开啊，你只看这个装裱就知道，这个在北京的谭家园都批发的啊，都是仿制的啊，在什么天桥底下都有卖的，所以你的东西不是艺术品，不是工艺上去。您看看这书画，大千，这我刚裱的张乐轩这个四副联，我这收藏好几十年了。这个跟张大千的画风一点关系没有，所以说这个呢，就建议您以后啊，喜欢就可以多看一看，不要再买，因为呢，您不具备一定的鉴定的眼光，对，花那个钱都是冤枉钱。这个范登在法国巴黎画的画，这个跟范登也没关系，是吗？再拿一看，范登画的比这个要好。拿一个吧，这个打开了，先生哈，你这也不用打开了，这些都是一样的。这个我告诉你哈，这都是在制作车间流水线作业，有的人装裱，有的人画画，有的人刻章，所以你这东西哈，刻的内容都不一样，所以你这东西都可能都不对，以后这样东西就不要买了。我之所以这么跟您说呢，是希望您以后不要再受骗。好，谢谢。啊，书画看过。那专家说什么了吗？他说不行，那我就没办法了，我也不能跟他辩论呢，对不对？真心希望这位藏友可以听进专家的规劝，不要再深陷其中。收藏之路充满着惊喜，也充满着苦涩，热而不狂，迷而不痴，以平和的心态才能真正做到健康收藏，快乐收藏。